哎，Hello，石俊霖，干嘛？你可以表演一段泰国老舍吗？你告诉他这件就是衣服有什么用处？一秒就可以变太阳族。你两秒，哎，你两秒。好了好了，不拍你了。哎、啊欸，为什么你不是来读书的吗？为什么桌上没有书？哎，他说你很可爱。不要。他说你很可爱啦。不要。喂，好啦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今天重点不是他们两个，是我要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的生理课本。嗯，好。生理课本有惊喜哦。真的。好，其实我就只是想拍这个。对哦，拜。